你的问题，因为一直有讨论继续往下走嘛。我们是每个定在保险前三天的经验值，我们又会去抽，会去抽查把保险给抽出来，里面的东西是比较高价的，就是蓝牙喇叭或是等等东西。在台湾呢，目前到底有哪些的这个规范管理呢？来看看。免费的澡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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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费